好哩哦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人人为我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我今天的主角是一位90岁阿嬷。十几年来，伊每一天5点外都拖着菜篮去捡环保兼做运动。厝边头看到阿妈年纪这么大，搁在做环保，拢会主动甲回收送去因家的门下口。其实阿妈这么打拼，是因为做环保帮助伊走过人生的不如意。回想过去，阿妈迄个时阵21岁，后生17个月，翁婿都去海南岛做兵。不幸在当地亡身，伊只好一个人，甲囡仔强养大汉。这么艰苦的日子，阿嬷是安怎走过来的？咱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故事。看这是多辛苦，比较辛苦，我这个是苦的。看几天，真的好几天。你那要咋吃？哪根棒子来的？我唔知叫你二二困。无啦，好。就给咱爸请一个。做啥？啊，人遐来我做，我就想想讲要做啥用，要做啥用。做甲一挂人拢也熟悉，啊，要客人拢也熟悉。
他就按倒倒到阮的头家死，讲话呀，伊我结婚年外生阮的囡仔七个月，爱在台南做做兵，啊个要我他要讲话才死，我去福建啦，啊这里目睭一老外油，哎福建输去讲，阿妈你哭的我。无啊，哭过头啊，还有通哭，也袂哭啊，哭到这，迄无心醉去。是啊，像妈妈年纪较大，还在做环保啊。嗯。啊，你敢不烦恼？啊，啊，他兴趣就好啊。有时候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危险的啊，他都是这样子的。他每天早上哦，也是差不多，我早上也都是出去运动啊。有时候我还没出去呢，他就要出去了。我叫他说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有这天亮的时候他要去，他也说他要去，啊，他喜欢就好了。那个不行，那个要回收的。可我们学校要用。哦，你们学校还在回收哦。卫生纸分两分都嘛有，打嘛有，迄食薰的拢嘛贵，我着捡，咱无捡要哪用？无捡怎？因来车六十几，歹洗，啊怎因来车了我，迄两脚都甲浸水洗洗，无迄款遐长无当捡，底有啦，啊这护理足乖，足骨力。这卖菜，嘿啊，这卖菜起码无人遐侪菜。阿英姐，拢有时候会带回来，啊有那个是我们自己用的，就是人家要回收的，我们就卖掉这样。啊，像这比较大的，我们就回收的。人咧捡，对人捡，啊都正有法输，剩安尼有做了有迄落吼，真感动啊！大家去做这个电视咧看，大足感动的。嗯，我啊休一开，啊个南无多休一开，啊个去年阁叫去两摆，去一摆昆山，一摆去点灯。嗯，今日较济啦，今日就啊无拢拜三拜六，啊都从厝边大家到帮忙，因拜时就休。啊，厝边暗暗伊毛看。在三来嘛，唔知，到暗时给你知。哎，无够好面顶哦。啊，怎啊有家去上桥啊？我拢较近嘞，一桥两百公嘛去桥。啊，那桥玻璃了嘛，一出龙去车，我拍无我嘞。啊，近点我就讲哪安。啊，那天难走倒，也无咧讲，也无咧讲创半行啊。即嘛老啊，无咧做官啊。较早咧买菜啊嘛，去捡球，惊人，迄阵拢惊人看，拢嗡嗡的过车，嗡嗡的。一摆买福建，啊一挂官啊，我嘛去遐看，啊看迄
迄个福建迄头家，我这个修理表已经甲摕入去福建里头来，啊，这囡仔在问我阿妈你。烧酒啉啊，济好无啊？我唔敢讲，我咧捡恐怖，我唔敢。我讲，一路去捡。阿嬷说一个后生经营布庄，辛辛苦苦奋斗四十年，六十岁才买头一栋厝，想不到后生却在七十一岁因为意外亡身。阿嬷说到现在伊拢唔知后生是安怎都安尼离开，伊的目屎已经流干，过去的都该放袂记的。但是要停费啦，啊，那迄保费，你看保费，食六灾啦，六灾你知无？七一啦，七八，十四、十五、二三，啊，那大月就三啊，二九、三十，小月二八、二九，六灾，食遮久啊，啊，都无好料做歹，无好做歹。这阮厝内人袂晓无咧食，无如何拢歹去啊！一无路拢歹去。啊，若真人都若两粒卵一挂就有啊！我拢食菜咯啊，我当食八木瓜。看家己食，阮逐款死了，迄阵是足艰苦啊！迄阵母带囝，爱饲囝，囝咧插住，插土中啊，太对。我昨日看下，就一家斗看，一家斗。一年的个大，好做啥？一年的囡仔去山顶佚佗嘛，
我油也去，苦也去，地气也苦的地，安尼子。呀，呀嘛喏，我睇到喏，看那个那路，我地地住那一地边那开路，卡拉苏托一宿，你开的嘛就，哦，好闷啊。哎呀，我都有当时买迄设施厦门来看，哎，本买迄只就因要读迄囡仔做无来，啊，我叫去买工厂无当买啊。嗯，对啊，贫居老人，老妻无认识，人啊山倒车口嘛无人卖，啊，富在青山有恩情，那好个呀，王永庆、胡安莹。这咱拢唔捌，啊，都名声好啊！这人拢嘛，所以你都爱读册啊？你啊，都爱读册。哎，我那有报纸给咁看嘞。我的愿望都，我那，可比我那无滴，只子孙哦，大家会好好吼，啊，大家平安，会当过日就好，唔免讲真好个，真富贵，算讲大家会当过日就好，唔免讲真好个，有三顿三顿就好，算会好个要紧啦，兄弟个会好个要紧。啊，你拢无想你家己个？我家己无要紧啦，我家己都就算讲，家己都安尼，即时则歹命，就后时嘛唔知安怎，唔知要出去做啥嘛，唔知。你的卡片拢做咩了呢？啊，都安甲跪落安尼就好啊。人要健康，就爱叮当哦。啊，嘿啦。人要健康啊。莫坐哩，我三脚踢嘞，三脚踢嘞，就爱家己落，靠家己。那你惊国母哩做安内落唔卡？就爱靠家己，啊有诶就讲，你创啥你创啥，拢爱靠家己，我拢嘛靠家己。阿伯姐，来，你去倒好听，听阿姆在。开始。哦，师姐，你过会帮阿妈种菜，啊，你家己咪买菜？对啊，啊，就是有一些是因为阿妈有时候她年纪大了，要吃什么菜不方便，她喜欢吃什么，她自己去种啊，就是自己采收这样。啊，让她做好像生运动啊，当成在运动这样子。啊，阿妈无归阿水，你都爱归阿水。嘿，我们都是会轮流啊，会互相啊，谁有空谁就帮忙这样。嘿，没有说一定谁在做。包括我们做家事也是这样啊，因为我们人口比较多啊。然后你们世代同堂啊。对啊，世代同堂，所以人口多啊，谁有空就谁做，也没有说指定一定谁在做这样，我们大家都互相啊。只有那运动安尼嘛，好我手安尼。啊，普通洗衫机都简单了，就好。啊，你太不爱用洗衫机。我正我会洗，我就拢，因为拢搞洗衫机，哦不，我浸个地壳粉，啊浸，咱哪暖，啊这手哪运动嘞，安尼，
正当讲就会爱运动啊，老啊爱运动，未使讲讲无无运动，我拢爱，家己做事。好，谢谢啊。我来搞一张，我来搞一张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哎。六三阿加密布，嘿，这三分焦土，我定就讲分焦土。迄阵咧密布，啊，过来，阮新妇袂动动的。啊，无哪有哪钱买厝，就所以你就靠这个蛋，嘿，靠鸡蛋，嘿，鸡蛋嘛。刚开始我真的是很生气啊，对啊，因为那时候人家会说，你怎么你没有让你阿嬷吃吗？你怎么让阿嬷出来捡这一些东西啊？啊，久了之后我就自己慢慢调整心态啊，然后也觉得说这样子他也对他身体也很好啊，让他自己说就是说能走啊，运对身体比较好一点，所以我就想说让他继续再捡这样，然后对我们的地球啊环境啊都可以好一点。对，伊我上欠背就是讲伊吼台湾台湾这子孙吼，啊，拢饲啊这大汉，啊，因为伊阵，阮阿公过身，啊，阮算阮阿公嘛是甲算甲阮爸爸一个囝呢，啊，所以他完全家庭的所有的负担都是从由他一个人去爬上来的，啊，这是我上甘心的所在。子孙甲你斗用，真好吼！这辈子唔打我个啦。阿嬷讲，伊了解经营一个家庭的辛苦，所以上安慰的，就是全家人坐斗阵食饭。现在事实对伊嘛真友好，伊非常的满足。人生行到这，酸甜苦涩的滋味，伊拢经历过。现在上重要的，就是要照顾好家己的身体，每一天要欢欢喜喜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上敬佩就是讲伊吼，安尼吼，较早安尼守寡吼，啊，佮请用伊的儿子，啊，佮儿子也是往生吼，啊，佮世代同堂吼，安尼这样吼，真的他的孙媳妇、媳妇都很孝顺啦。哎呀，我感觉讲吼，阿嬷安尼有这个年岁啊吼，佮早安尼去做环保去款，啊，佮安尼一家伙安尼和乐这样吼，真的也是吼，看得很。给人家很赞叹了。